人，我真的不能再喝，你不能再倒了。娘子，这一杯你是非喝不可。为什么？我与你同伴断阳情，三杯酒聊表一片心。今天怎么玩啊？想去喝酒又没钱。阿伟，今天不是发工资了吗？我怎么没想到？喂，阿伟，过来找我，找地方。怎么了，阿水？晚上我们几个去唱歌吧。我就不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兄弟啊？我家有事，今天真去不了。我看你是才发了工资，舍不得请客吧？舍不得。我想问问你们，我有钱的时候你们天天和我在一起，我没钱的时候你们一个电话的问候都没有。知道我发工资了来找我了。你别成天把兄弟挂在嘴上，挂在你们嘴上胃都变了。三六九等，你们从九等降到了三等，你们这样的兄弟我不需要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，交友交心，你交心我比心。我是阿伟，点个关注吧。啊，我烦死了，为什么还不回我信息啊？回一条信息只需要五秒钟，他连五秒钟都不肯给你，你还在等他，累吗？累。累就对了，谁叫你那么喜欢他？你活该啊。今天发工资了，有多少工资？3500。是吗？我今天有3500。你有你的好闺蜜，我有我的好兄弟，不是很帅，但是很瘦，优秀。我敬你，敬你那么知心，走进我的生命，不动声色，毁了我的生活。交了这一本关于爱情的书信，我们终究是错，从你的世界度过，走过了许多才懂得对与错，我看出你的故事。那你告诉我，刘子辰到底跟我女朋友说了什么，他才会离开我？你到底能说什么？对。在雨。
你这个坏坏坏人，我对你如此的温存，你却霸占我的人，浪费我多年的青春。我东北小伙三大饭店，海鲜烧烤小夜市，唱着大方都得劲儿。什么事儿？按着我了。能击垮我的从来不是生活中的逆境，能让我掉眼泪的也从来不是他妈爱情。我从来不相信什么人不死终会出头，我只知道最黑的那段路最终还是得我自己走完。老婆，今天我们好好方言的美女吗？要的。来嘛，美女的土豆叫洋芋，方言是不是很有趣？有种厕所叫茅厕，相信老乡都晓之。我喝那就是失望，做错事就要早日逛。说大话是吹牛皮，遇到事情是不得虚，带着感情去聆听。方言能否进你心？老乡，方言是不是很温馨？温馨的话，留下你的双击。不要忘了加个关注哦。我苏豆豆天生胆子小，脑子也不太好使，还特别容易去哭。其实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可奢望的，我就希望等我长大成人的那一天能嫁给一个爱我的人。拥抱着片绿洲，那热烈的温柔，不放弃整个森林，留下眷恋和哀愁。想初见你眼眸，时间停止倒流，我燃烧了宇宙，温度像充满了电流。装作一副天真纯洁无瑕的样子，真的很让人恶心。哎呦多，我恨你，是想分身吧。他为什么骗我？我活该。